TVB 艺人胡定欣跟陈展鹏因为大热剧集《城寨英雄》而传出绯闻，事后虽然两人都极力否认，但是日前两人出席活动的时候居然不肯合照，令大家对两人的关系再添猜测。10月16日两人一起以新剧《同盟》的造型拍摄一场枪战戏，一早就为了新剧进行身材管理的胡定欣当天看上去身材果然非常的养眼，跟穿上了飞虎队制服的陈展鹏以没有弹头的实弹进行拍摄，把现场弄得好像真的枪战现场一样。其实我觉得也不是感到危险，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开那个枪，然后就有一点不习惯的感觉，所以他好像比较厉害。危险就是如果开枪的时候他的弹头会飞出来嘛，要小心一点，怕哪了。因为很热的。同盟之所以相当的注目，除了大家预计胡定欣跟陈展鹏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弄出更多的绯闻之外，就连第一次加盟 TVB 的影后鲍绮静也有动作戏，真的是非常破格。不过当天胡定欣跟陈展鹏倒是终于愿意一起合照了。对了，看到陈展鹏你对开枪这么熟练，事前有没有照顾胡定欣一下下呢？没有了，他看到就行了，已经。他一看就很聪明了，我跟他学。那是有还是没有啊？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